張相先。哦，好啊。唔該。風采樓，各位觀眾，呢一度就係大家所熟悉嘅風采樓，佢宏偉壯觀，精美典雅。係啦，你哋知唔知道呢個風采樓係幾時建成噶？唔知喎、就係明代弘治年間，為紀念北宋嘅名臣於正而建噶啦。冇錯，佢屹立喺韶關繁華嘅市區，成為咗韶關嘅標記，一道亮麗嘅新景觀。今晚我哋廣東香山粵劇團嚟到呢度，就係、是、為大家獻一出新戲。新戲一出雜誌式嘅粵劇。雜誌式。我先嚟賣個關子，帶大家睇睇一幅畫先啦。对，于正。今晚呢个戏咧，就系讲述于正嘅平生历史事迹，展现佢清廉嘅政绩、无双嘅经略、刚直嘅人格、动人嘅风采，为我哋竖起咗历史嘅丰碑，留下咗光辉嘅典范。对，大家再嚟睇一幅画。这个就是年轻时候的余正。神斗河手背起行浪，从高远游离乡荡，不怕崎岖山路，举宝望对我讲，要潜心攻读博金篇章，我定不那为艰辛仿将明啊诗，寻啊访哦。你做乜嘢又赶咗上嚟啊？于正啊，知你远行，特来相送啊！系啊，大家祝你一路行啊！多谢大家，于正啊。你要到杭州去求师，路途遥远，为何既不骑马也不打轿，偏要徒步前行呢？三婶，徒步前去好至少体验艰辛磨练意志。
也可表我千里寻诗嘅虔诚啊！哎呀，三婶，佢自细我就睇到佢大，嘿，佢系咁噶啦。余公子，余公子，老爷叫我赶嚟，交俾你书信一封啊！天随足做栋梁，顶天立地治鱼缸，要学收足干干净，节节皆是忠义长。哥哥，你转告爹爹，爹爹心意孩儿明白。好啊，余正啊，一路上你辛苦啦，饮啖水先啦。多谢三婶。是家乡的蒸缸水。对呀，一桶清草大全铺翠，花房半醉红，龙家如合雨，光国美如风，柳堤连灯泊，山鹰火共空，长安少年客，都不信有衰翁啊。喂，林哥，做咩你自己吟起诗嚟啊？我吟诗呢，就梗係同今晚呢个名臣封碑有关㗎啦嘛。啊，嘉如啊，你觉得呢首诗写得点样啊？又草大，又花房，又堤柳，又山鹰，景色就描写得唔错。长安少年客，不信有衰翁，好似充满豪情壮志咁噃。冇错啦。咁好嘅诗，不过就唔系我写噶噃。咁我肯定知道唔系你写啦。咁你有几多墨水，我都好清楚嘅。一定系当年余正佢写低嘅。对，余正仲托在肩，苦读十年，立志为民，不负众望。准为榜样，献出一副赤胆忠肝。桩大事震惊世，余正身在朝廷惊风浪。
竟发生咩事呢？哦，你想知啊？系啊。得，你先担张凳埋嚟，等我坐低，慢慢讲你知啦。好。讲得啦啩？话说礼部员外郎范仲淹不满丞相吕夷间专权，上书指斥，捉怒咗丞相，因而咪被贬咯。范仲淹是咪嗰个写过名篇《岳阳楼记》嗰位名家啊？冇错啦，佢仲有一句名言，就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佢正系用行动作出实践，忧国忧民，反颜直谏嘅。但系只可惜，朝上百官个个都怕连累自己，缄默不言。唉。余正为此事啊，心潮起伏，夜啦入味啊！林哥，吓、啊，余正夫人佢出嚟啦。
寝夜月望光，如正我书房多报凡仲严肃呢阵感啊言担起装翻眼苦间言神反被变走长想自天心不灵不怕直言幻想，请皇上追一改前命，上诉抗辩斗一场。多谢夫人。天时不到，地还不安睡。夫人，我以为范仲淹之事上诉皇上啊。老爷，你真要上诉？对呀、啊，夫人。夫人，请坐。范仲淹秉朴忠之心，怀直谏之节，为保朝纲，足犯宰相。如宰相诬陷于他，主上却忠言逆耳，我怎能置之不理，不去把正气伸张啊？Yeah.
人，你来看。对呀，对呀，夫人，你可曾记得爹爹自幼教我以翠竹为题嘅诗呀？顶天立地志如钢，要学修筑干干净，节节皆是忠义长，节节皆是忠义长。对呀、啊，老天为背下。后那心足一那样，要病中心，要是天光，这份心情啊，包背啊，曾飞翔，要是风浪气不怕你这份心担当。人啊，夫教啊有方，常怀啊想，如家世代也要作忠啊良，宠辱啊不得敬，寻浮坦荡，直身亡啊背，有血一些红，忠如风啊波也偏去闯，
是大胆了。没错，余正他此举犯上，果然亦都因此遭到被贬。但是后来宋仁宗终于有所醒悟，决定重新起用范仲淹和余正几个谏官。余正呢还协助推行新政，做了很多建树。他特别提倡呢任用贤能，整斥官场，改革吏治的。他坚决反对那些靠着裙带关系啊，利用金钱在这里买官卖官的。买官卖官，你看走！哇，走，咁都得，太可怕啦啩！哎呀，好似呢啲咁嘅弊端啊，我哋中国历史上啊，都唔知道有几多啊！算啦算啦，林哥，我哋都系讲翻啲正面啲嘅话题啦。嗱、哦，余正咧就系坚决反对呢种弊端噶啦。唔信啊，你睇。
满园百花开，好与爱妃咧想换一面。爱妃啊，孤王今日一定陪你尽情咁游玩。你系啲好讲啊！你放心啦。如今各事有贤臣相助，怎可再次多留恋？往日臣妾落成欢，万母轻歌欢笑面。为是到今日，今日有孤王陪伴爱妃你啊，应该是更加喜气盈盈才啱噶。唉，有咩喜气盈盈噃？我是闷闷不乐，无精打采，伴君够胆欺负爱妃你啊！皇上，你要替臣妾做主啊！皇上，你要做主啊！皇上，做主啊！作主，作主，作主！你们先行退下。爱妃，咁你又有咩事呢？咁咪就系皇上委任我伯父为开封府界提点嘅事咯。嗰个御正佢竟然……爱妃，御正确系上咗奏章，佢指你伯父张瑶佐系以利之势求官。不敬中书，任朕直接任命。哼，咁有乜嘢噃？常言道，爱屋及乌，难道堂堂一个贵妃为亲戚要个芝麻绿豆嘅官，咁都唔可以行个方便？爱妃啊，佢哋而家正负朕推行新政，有时呢亦要一听其言。咁难道皇上已出之命要收回？咁皇上你仲有乜嘢龙威？仲有乜嘢颜面啊？好吧，朕就算余正到此一役，以免再起事端。陈公公在，即召余正到此。遵旨。爱妃啊，你先过一婆上换啊。我唔去，臣妾一走，皇上你又要变卦噶啦！嗱，爱妃，你扯过一旁，不准开言。好。色中流落。丹心在，今是新政，自由坚。参见主上，贵妃娘娘。平身，谢。正爱卿，你的奏章朕已看过，朕既
便已任命张瑶佐，你就饶他一枚，只开此一例，你道如何呢？臣以为不妥。张瑶佐识见浅近，得才不备，确实不当重用。皇上请听啊，身正刚直，格固整身，艰难打开局一面，任用艰难能整斥利字，破解弊端，凭外戚求官，或以钱财买官，礼不开，法不能变，皇上圣野明能怎自度世，要以大局为先。难道朕下之命要收回？对呀、啊，你仲有乜嘢龙？朕穿何颜面？此例一开，定会招来群议，反累皇上圣德，再难救弊奉天啊！你若再犯上压君，难道不怕坐夜遭？在中杀变，忠心一片，誓可对天，当不负罪家再变。请恕臣在高声感间直言，期盼圣君后先念。徐正，你请皇上明察。哎，皇上明察，皇上明察，哎。禀陛下，包请大人与王举正大人求见。啊、包请。各位观众，唉，呢次啊真系热闹啦吓，连大家熟悉嘅包请啊都嚟咗添啊。包请、包青天，佢哋都会出现喺呢度。嗱，包请、余正，再加埋王举正，三个都系北宋嘅谏官，而且。他们素来呢都是秉公执政的。而这一次宋仁宗还能不能够偏帮皇亲只讲私情？嘿，这次啊就有好戏看了。林哥，我们看戏了，走。包请王举正大人见驾。速召两人到此。包请王举正大人见驾。
见陛下平身。请两位外卿当来何事啊？陛下将饶咗不能当官，望圣上收回任命啦。哎呀，原来也为此事而来。对，既要力推新政，定叫弊绝公卿啊。一众谏官也齐声呼应，请准御政同僚疏奏，望监神等真理定。哎呀，此事还用朕再作决断？难道还要与贵妃商量？陛下，你既不能忠言，也罢。永保全赖有各位担承，朕就纳忠言收回那任命。还需再三分明思廉政，不让求官买官的威风要挑衅。朕应承，朕应承。摆架，摆架。中不能胜正，看我忠之正啊正。余正他不仅坚持廉政，而且自己还十分廉洁，关心民间疾苦。冇错啦，他一直廉洁啊，当啊官，人赞风高节良，一替前民规则都谢绝在多行场。发生咩回事呢？哦，你又想知啊？唔系又要担张凳俾你坐？今次唔使担凳啦，我带你上山睇下。上山？跟我嚟啦！何事？有一
队官兵带着一批财物路经此地。来得正好，兄弟们，有难逃之劫。是快封下珠宝礼品，小小山塔休得无礼，行得到。慢动手，慢动手。龙生，今次大水冲了龙王庙啦。于大人，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半年前得你救助的义军。邓哥啊，起龙，快起龙呀！邓哥，他是谁人？他就是余正余大人，是个好官清官啊！他就是余正余大人，对啊，嘿，哎，余大人，起龙，快起龙呀！余大人。大人为民着想，邓哥我永啊记，心马恩，那时送上南沙豪官，我等山中拎那堂挨苦恨。你招呼相救，义军才死泪，好生我的父母官应记紧，父艺仔仔仔兼重任。为百姓解忧，劝苦困，讲劝尽力，家庭心啊啊！对呀、啊，余大人一心为民，当官廉洁，做了许多好事。大人卸任赴任之时，不少官商都将礼品归赠，但大人一概不要，冇多取一分一文。呢次
仲将自己嘅新房买来种子分作一份份，你哋睇谷种、玉米种、甜菜种，仲有龙眼种。大人吩咐我哋全部都带上，要送俾一大山民。大人高洁好品行，廉明清正为黎民，我等人做贪官无谓嘢等，一时得罪大恩人啊，请将我等事要不加罪问啊。起来快起来啊，定要廉洁爱民，受贿贪婪失德行，贪官污吏是大罪人。呢啲谷种就系分俾各位山民，暂解一时之困难。谢大人，起来，快起来！只求你哋安居乐业，我定不负各位期望，恩恩啊啊！大家睇下呢个场面系几咁感人。呢、这个就系我哋先贤最可敬嘅人格啦。余正啊，虽廉洁与民众甘苦同上，大家不甘亦最欢腾。光阴飞转，幻海沧桑。清正高洁，如正都有名望，你定会听讲过。听讲过乜嘢啊？韶关有条鱼上巷。哦，鱼上巷啊嘛，我哋都去过啦。有关于鱼上巷嘅故事，早已传作美谈。我哋唔好讲咁多啦，我哋演俾大家睇下。演俾大家睇。好，我嘅祖宗都系姓嘅余，咁我家老爷余正，佢梗系姓余啦。与许是故乡，如处相邻，曾夜波交夜望，几日日的。因父屋之事招致烦
老的不平安，滚泥风衰啊，先的山说要改建其屋，大夫大贵方能有望定啊，要永远祖屋住房不二三尺，拆石盖门墙，我唯有不忘收书向老爷讲，并以许家理论便一呢唱，都有急忙去老书平风浪，呼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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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为官清正，听讲他近日又再遭贬责啊，早该如今又被人逼拆门墙，叫我这个当管家的又该如何是好啊？阿峰，哎，又来啊！逼人不可挡，定要如家拆门墙，阿福，拆墙不宜之事到底怎样？我家老爷在京城当官做官之前就是，如今啊许大夫，我呢件事已经禀告咗老爷啦。你勿催逼太紧，还有待之势商量啊！冇商量啊！你又得要炸官看，你又得要炸官看，我所求而多讲，富贵有路莫误，时光误时光，有多讲多讲。大夫，你阿福啊！点啊点啊！哎呀，阿福啊，老爷翻咗嚟啦！老爷翻嚟啦！哦，好啦好啦，彭美拉伤啊，嘿，解甲归田啦、啊！讲得好听啲，就叫做高路还乡。你这，系老爷带咗好多随从翻嚟啊！随从？系、哎、啊，听讲翻嚟拉人啦、啊。哦，快迎接老爷，快迎接老爷。老爷，老爷，叔，你翻嚟啦。
我仲以为你大人已经官复原职啦。啊！诶，许大户呢？许大户呢？哎呀！出嚟啦！哎呀，太人呢位、老爷老爷，呢、這个就系我喺书信里边同你讲嘅，话要拆我哋墙嗰个许大户啦。许大户，二太人，二太人，仁兄，请上座。不敢不敢不敢，看下。余大人在朝为官，我想你都不会恃势压人啩。仁兄此言差矣，余正为官之初曾写下从政六针、啊、何为六针呢？即要清廉公正勤勉，明察天和慎重，以此律己，多年不才呀、啊！如此说，拆墙不义之事，你动金提呢件事？你稍安无躁，余正接复叔之书后，曾写下一诗，欲命家人带回，恰好本官有公务路经家乡，故而随身带上。复叔，你且念落。好，好，好，好。千里传书为道长，让他三尺又何妨？念落去。万里长城今尚在，谁见当年秦始皇？复叔，让他看看无妨啊。千里传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则许大户，复叔啊，老爷，一齐思量，何话是两家气冲撞，怎不舍我？道场，这道场后已重建，乃小小事情属平常。当官清正为民着想，要官物大量。有争斗，有莽撞，认心开朗，虽多谦让，更不可恃势去逞强。听如公心静，其言行上，令我登时无话讲。此刻间，弟子喘，不敢愧疚，愧疚当场。我不该为一己之私引发事端。
啊啊壮，如共你光啊明啊磊落，令我羞愧难当，服你处事做人。阿伯，你听住。二方重剑确无妨，仲要二方重剑、嗯、但要即时改方案。点改法噶？唔使儒家不义，反从我哋许家后义两尺。哦，明白明白。哦，咁许家难义，咁我哋儒家就唔使义啦。唔使义啊，妖义啊！我儒家祖屋向北后移三尺。两家都移，咁中间岂不空出五尺？就让它成为一条小巷啊！冇错。我哋都应该记住双轮和睦得嘛？敲啊！和为贵耶，可为敬。这个呢就是鱼上行的故事了，你说精不精彩啊？相当精彩啊！我记得呢，上次我们在韶关演完这个戏之后，还很多人去了鱼上行参观添噃。是啦，讲到旅游啊，嘉瑜啊，我带你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参观。一个更远的地方？嗯。什么地方啊？你跟我来啦。好啊。冷噔噔啊，冷噔噔啊，冷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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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咦，吓到啦？咦，呢度咪薛丹嘅形象咩？冇错啦，余正佢都喺度添噃。余正啊，不仅系一位政治家，仲系一位杰出嘅外交家。佢三次为国出事，化解争端嘅。他仲亲自带轻骑，从容走进薛丹营帐，一再促成和好，避免战火起沙场。你哋大家睇下，余正同薛丹王喺度把酒畅谈，哎呀，仲吟起诗嚟添，你听。是利用汉诗赞美草原。余正还试写了一首由薛丹语和汉语结合而成的诗献给薛丹王，你看。哦，看看。夜宴切罗神拜洗，两朝缺河情俄勒啊，微臣雅鲁足药桶，圣寿铁拜驱可特。
哎呀，辣辣特特咁。究竟是什麼意思啊？這一首詩可能大家還未聽得明白。真的不明白。夜宴切羅的切羅呢，即是口勝的意思。兩朝缺河的缺河，即是通好的意思。而聖壽貼擺的貼擺呢，就是崇高的意思。而這一首詩所表達的，就是口勝的夜宴當中深情的祝福，祝兩朝永遠和好，遼王聖壽無疆的意思。哦，原來是這樣的意思。情切切送詩聲，以表有好互作驚動迎吉祥。紅丹你共悲傷，笑聲似丹丹手略定情意長。盼盼敬酒祝福，歡歌萬舞大眾大樂洋洋。余靖的外交策略果然十分高明，就因為這首詩啫，就使他出使順利，馬到功成。而且亦都是因為這首詩，余靖再次被貶，飽受折磨。在余靖的宦海生涯当中呢，都不知道被贬过几多次，但是他总相信会有在为国效命的时机。果然几年之后，宋仁宗将他再次重用，余靖再立新功。什么新功啊？广南平乱。广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广东和广西。哦，小将到底是哪两位啊？你想知道？是啊，你听一下。位威武的大将是啊，宣徽南院士武将狄青。咁喺我身边呢位又是判官，经略安抚使文官余靖。我身边呢位英俊的少将又是少屈将杨文国。果然是英姿飒爽，不愧为杨家的后裔。哎呀，不要说那么多了，辛苦音乐师傅，你们继续继续。
为和，朝廷震惊，大军南下，岂容他嚣张？从王勇敌啊，清治军严谨。威名扬，如正他云头为厄，心眼亮，看全军将士用命斗志强，含弹空中还有杨文光，杨家后啊再换正死沙场，文武同心添力啊量，担得啊力合，心胆啊汗。
广南之乱由于余靖和狄青的文武合力得以了荡平，但是八年之后又交赐于乱寇兴兵侵犯广南。没错，宋仁宗认定余靖乃平乱高手，再次委任他为广南安抚使，全权处理一切的事务。余靖之子回京，在宋兵将向广南勇闯，他有非凡才智敏锐，目定那光那眼，他相貌光眼，他的弱不强，对攻心为
清亮无声。好啊！如不亲提多家长，老神兵再欠年力真家帮。同我系。